别划开，别划开，给我两分钟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owei Lim。不管经济烂不烂，还是要吃饭。最近很多网站都在卖课程赚钱，而我们不一样的，教你不用付钱也可以赚钱的模式。目前生意已到夕阳企业，不如改变思维模式，突破自己。小弟担任投位市场经理已经16年了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对的平台，跟对团队做对事，人脉就是钱脉。假设要看山上优美的风景，必须要问山顶上的人，别问山下的朋友，他只能告诉你一样的。口味呢是被动收入轻公司概念，嘴巴一开店就开，唯一首创富经济学概念，先租后买，奖金照发，280%以上的佣金，产品也有5年到7年的保用期。目前大马已拥有300万以上的顾客群使用口味的产品，在2022年，公司也缴纳 LHDN 的税金超过275个million，也得到大马排行榜10名内。在我组织内，很多带着豪华汽车、房屋、旅游世界等等的梦想加入团队，小弟也带他们实现了，希望可以把我学会赚钱的方式传给更多的伙伴。公司将在这3年内推出新的产品，如科位按摩椅、科位床褥、科位冷气机等等，将要增加多200万的顾客群，跟你们的收入是有关系的。我在这里等你的邀约，也帮忙分享给想要赚钱的朋友。好人有好报，谢谢大家。